是丹妮表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来宾呢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来宾呢是四位非常帅的弟弟。那由于他们是新人呢，所以他们的粉丝还没有取名字。那我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跟我说，他们想要叫粉丝叫 ATM。因为想说叫大家买他们专辑，让他们赚很多钱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表姐刚刚就急中生智，就帮他们的粉丝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 Team Member。对，你们大家呢都是他们的 Team Member。好，那我们来欢迎今天四位帅哥 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是会玩的哦，所以就你们有可能被玩就对了。对哦，所以表达说跟弟妹们表达说你们是四个纯情的男孩。对对对对对。但因为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练舞，我觉得那个你可能是我们经纪人之类的。他们经纪人都女生，女生也在玩我们。对，随便。对，今天57、28。随便大叫，自己要知道你自己状况。对，学了 A 哥这样模仿他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自己状况哦，你答应我什么？对，原来那个你就是经纪人。对，现在没有，应该现在没有空谈恋爱，所以没有办法有被其他人玩吧？应该没空吧？也对，因为其实应该就你们的粉丝们也会好奇说，就是你们现在有办法谈恋爱？应该就是你看对外说都没有谈的话，你现在对他们宣布，我们
都没有谈恋爱。一二三，都没有谈恋爱。对，我相信不能这样特别假哎、欸，还是算了，真的没谈，真的没谈，因为没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太累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练舞，都每一天都在。哦，这是一定要。那你不是说你们还念书吗？这样还有空念书？就是念就被大白天念书，然后晚上练舞。然后就开始有点那种空间的恐惧，呛啊，就是每天都像喝酒，就是哎、欸，会去学校还会觉得哦好开心哦，然后下课的时候，就一下子，人家上学是不开心，可是你们上学是开心的。对，那你们哎、欸，你们在学校那个粉丝对你们怎么样？还是学校的同学不 care 啊？他有在学校遇到粉丝？有，我有在学校遇到，真的吗？就是我去那个从一个地方到换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路上然后就粉丝。po 那个 IG 的限时动态，然后就拍我的背后，可是我那天很狼狈。Oh. 然后他就马上来看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今天喜欢粉丝？”嗯，所以你们这样唱，你确定吗？那是粉丝吗？真的是粉丝，真的是粉丝。所以你们其他人会遇到吗？小遇到了，应该都会吧，应该都会。好、啊、吃豆浆有遇到。吃豆浆，这么小的事情。不过来文大，我们上次也是去文大那个。最强音的宣传、啊啊啊、也有碰到粉丝、欸。我很想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这辈子没有被任何就是男粉丝就是意淫过，但因为毕竟你们现在就是四个帅哥，就是女粉丝在意淫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到底在想什么？普遍女生没有在意淫我们，他们没有在意淫你们吗？你们就 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？不是，我说你们在想什么？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我们在想把舞练好，把作品做好。我点他们是超乖的，超乖的。你是那个负责回答人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女粉丝他们都越来越主动，像比如说他们都会说，哎、欸，我要跟你 give me back， 然后 give me back， 哦，对对对对，他手都这样握住，对，而且他们会想，厉害，他们想借拍一些小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 give me back， 然后这样握住这样，有必要趁机吗？有必要吗？而且反而就是他们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会比较不知所措，就是每次粉丝就是讲一些。撩我的话的时候，我都什么叫撩？哎、欸，什么对啊？都讲什么？就他们来活动是什么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，就是我是一只啄木鸟，然后你是树，然后我就听不懂。我就、欸、工作人员全部都这样，刚刚全部都问。对，我就听不懂。我一直但这个比喻蛮特殊。对，然后我就听不懂啊。他比喻比反。比反。没有，他本身是对他要亲他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想到更远的事情。对，我想到更远的。我本身是没有，我没想我。对，因为我32岁，你知道，要龌龊一点这样。虽然我想说，哦，他比喻蛮疼，那你会回他什么吗？我就说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他给你解释吗？他就说你想一下那个画面，然后我就想、哦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讲什么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都要面对，你们四个人的未来都要面对这样，因为就是譬如说你们的姐姐粉丝啊，或是小妹妹粉丝，他们，你们生来就是要被。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有创意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这些东西，我们有时候都可以。对，就是因为每一次见到话都不一样，就是每话术都不一样。还有什么很经典吗？哎、欸，其实因为知道他们要开始讲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就会不是就会没有想要进到耳朵。哦，我懂，我看过一个，我都会学一下。你都学什么来历？就是我会听一下，我也会听一下，对，不会记得，我也讲不起来。因为他每次讲完，我的反应都是。哦，你们没有办法反应。对，因为我曾经就看过小贾斯汀，就是他的粉丝在他的下面留言说：“小贾斯汀，希望你是我的卫生棉条。”啊，对，这是不是很有创意？可是我觉得小贾斯汀应该会打他。那你这个新歌《玩偶》跟你之前的第一波主打跟 Mr. 18是，对，你们要呈现怎么样新的不一样的你自己？其实整个曲风，因为一样是 EDM 的曲风，但是其实在这一次我们。有一点不一样，是我们融入比较多唱功的部分，因为上一首单曲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比较多是 rap，、嗯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solo 几乎是一人一段 rap，、嗯那比较没有唱、啊。这一次的话，几乎都是用比较就是抒情的方式下去唱，但是我们节奏是快的，而且歌的要讲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因为 Mr. 18要讲的是介绍我们。对，我们是谁？告诉大家。对，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像舞蹈方面，我们也下了很大的苦。对，就是因为想到就怕。这一首歌舞蹈的方面跟上一首比较不一样，是因为它的拍子比较碎，所以很多东西比较难。对，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调整的动作跟每个人的角度这样子。哦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现在就是流行的话就是。一个八要塞10000个动作，对，每一个八都是就要让你
韩国那种五千个就最好吃，对，就一万就一万个，就一万个，对，就什么都就是忙，然后一忙到底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每次练完都是被，就是你在玩，我就真的被他们玩。对，被玩。真的。你们一首歌通常练几遍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。昨天是原本说五十遍呐、啊，但是我们后来又减到多少？四十。OK， 可以杀价了，对不对？可以杀一下。要杀一下，要杀一下。因为我隔天有工作，我就会杀价。哦，就靠你是不是？我就说，哎，明天五点呢。我说，对，然后我说我还有期末报告。对。他会摆臭脸在旁边的。对，然后电脑打特别用力，报告，那其实也没打五次，就这样。有啦，真的有打，有打，就是有，哦，有打。对，他讲说25次大跳什么什么的。对。哦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没有理由。然后经纪人就会没有，好，我们就逆来顺受。对，你们两个是逆来顺受，我发现呢，就因为他们刚刚跳完，他们两个都没有抱怨，都是你们两个在抱怨。我们没有抱怨吧？有啊，你刚其实不是抱怨啦，我们是。因为毕竟节目还是要让观众知道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。对。如果我们跳完全部都这样，对。哎，也很好，很会修饰。对，我们只是为 live， 我没有抱怨。其实不累，真不累。对，不累。刚刚流汗都流假。两倍跳20真没问题。好，那你。对，来，我们要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节目给你，对，节目给你。那男团呢？现在通常有一个考验，就非常流行，就是韩国就流行，就男团不管男团女团都要跳两倍速的舞，两倍速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表弟就是那心系着你们的安危，我想说，如果呢跳两倍速呢，一定会被骂抄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跳5倍吧。5倍就没被说抄袭，对不对？5倍大概5秒就结束了，还要5倍再上。可以，我们也想下班，好吗？可以。2倍就好了。好了，2倍吗？2倍太难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官方就说2.1。我们没有抄袭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我们官方说他们是跳2.1倍哦。好，那欢迎你们。你说我长得太丑，一直在难。让你想起过去，伤悲伤害。我说 baby 就不要流行，我证明。你说我太丑，太平很寂寞。如果终于我没开口，我说 baby 我的他不做，我终究没理由。可是少的人，你这样讲少的人，少的其他三个人，少的人没有了。高兴其实还好，高兴位居第二。嗯，对，有了。我们经纪人都会说你们两个啊，那个经营一下什么，然后就是经营，要我们一直经营。我说不要，做人怎么又多抗拒，又多抗拒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经营，没有，我也他，我最懂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就是要撩妹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花式代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韩国欧巴我都一把照，所以欧巴要用什么样的路数撩妹什么，我这样我都懂。那你们接下来要拍什么影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镜头拍，因为很流行啊，就是拍叫你起床影片，就以第一镜头说，宝贝起床，我跟你就拍一次上旁 IG， 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那很适合他哎，真的吗？我拍他就吓醒了。就你知道吗？就是对着镜头说，宝贝起床吃早餐喽，我帮你做好早餐喽，就是就很像白痴，就对镜头讲话，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要开心，对。我会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风格不一样，那你会觉得每个人要用不同样的模式对？不一定啊，譬如说，你看那是叫起床啊，然后那个就问，譬如说，你问他说，你今天就是月经来，肚子会很痛啊，不要就是煮泡热可可给你喝啊，就是会有不同的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他适合叫起床，他适合月经。都可以，你们可以自己断章取义，可以自己分配。那你下次就那你要不要适合什么？你是对，你适合什么？你今天脚臭吗？你要不要我帮你洗脚？对，可以，我想可以。我想到那个李准基在韩国的见面会是帮女粉丝洗脚，真的假的？真，我没有骗你。脸盆，然后就是上眼就是洗脚，对，好特别哦。对，所以以后你们见面会就是要什么桥段，我可以提供很多意见，就是任何你说洗脚，拜托表姐。对，我想你们一定要撩妹啊！我刚不是说你们刚刚说你们原本叫粉丝叫什么 ATM？ 可是洗脚真的可以撩到妹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说差距大几？如果浩浩帮你们洗脚。
对，可以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工作人员品味特殊，喜欢一个网红叫好好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叫好好。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知道好好好那一位。然后因为他们两个，我就跟他们说，那好好你们洗脚可以吗？他们两个立刻就眼睛就排卵。哦，直接进入夜配主题。直接进入主题，对。直接进入夜配主题。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所以你们的粉丝，就你们的 team member， 对，我今天帮我们定一下他们粉丝的名字 ，team member， 你帮他洗脚，他一定当然开心啊。Member, 他是谁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他是我们的团猫，是叫什么名字？懒乔，是叫懒乔吗？懒乔，他的名字还没有很确定啊。可是我们暂时先叫懒乔。但是他已经他的童年时期，希望有朝一日他真的会变成。没有，因为这是有原因的。好，请说。就他原本叫巧乔，但是我发现他很懒，所以我们就叫他懒乔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还想说是什么样的谐音。他是我们经纪人，但我们经纪人觉得还是叫他少爷。少爷，可是因为我爸爸有说过，就是动物不能取太贵气的名字，不然会过世，不然会过世，那就叫他。因为我们家有一只拉布拉多叫做奥斯卡，哦，我懂。然后，可能上次好像是说奥斯汀。奥斯卡，奥斯卡狗，对，你怎么会搞？你知道他不知道他家狗叫什么名字吗？他回家都说，狗狗，狗狗，我的家。那我想跟你们玩个游戏，就是。团员的真心话时间，然后问题目的时候，你们就听完题目，然后就指一个，对，就这样， okay. 对。好，结果我们全部都指他，对，全部都指他。好，第一题 ，A team 里面是谁最闷骚？闷骚，闷骚，我觉得我。怎么个人，所以最多票是你。是你跟他，我跟他，对，其实你那闷骚，因为我摩羯座的，是因为我跟你们很熟，他对外都，我才没有保护一样。其实我在外面话超少。然后粉丝就讲一些聊你的话，你也会。对，但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、啊。就是我们，因为他真的是话很少一个。就是、我真的比他还没少。对，因为像刚刚就在等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就大唱歌，就是站在高岗上这样子。对，因为猫啦，猫在那个已经习惯了。然后他就是完全就是，然后就这样，完全没有要打。然后他有时候会说你不会说，因为他很容易融入，有时候会抱怨一个环境。他就是用他的，所以这边有高岗是吗？对，这边有高。我就是一个世界，然后别人就会来弄。没有，他去所有的地方就是一直吵别人这样子。哦、oh, ，懂，原来如此。好，第二题 ，A team 里面的谁舞蹈跳的最好？哎呦，居然答案都是你耶，王。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比较，因为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做人要谦虚一点，但是我还是必须得讲，就是因为我比较早开始。那你指别人吗？你比较早。那你指别人呢？对，你还是默默指自己。你跟指不出来。你跟高兴谁两个人话谁比较少、啊？因为高兴话也超少。没有，高兴话其实是多的，他多的。哦，所以我要解读成没有，因为他的话通常都是就是私下传来。对，不是，因为就是我之前有去算命。然后那个老师说我很容易说错话，就是只要发现我要说错话了，就微笑就好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就因为老师这样讲，所以你就比较少讲话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每次只要讲什么话，经纪人就在外面瞪我。你讲错什么话？你讲错什么话？像比如说，我都会不小心透露我们的行程，或者是不小心透露我们还未公布的东西。对。哦。然后他们就在外面瞪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：“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的吗？啊，讲错资讯。”为什么你还要讲？讲错资讯。就是那个、啊，就当时同学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先帮他庆生，不要讲。”然后后来就是十一点的时候就：“等一下怎么都切蛋糕啊？”就走人啊，就走人。沉默是金。哦，原来。而且他讲完说啊，这不能讲，好、啊，那不能。还很错愕。白目就是最白目，就是原来如此。下一题 ，A team 里面谁脾气最差？指什么？不会。他。为什么是你？我脾气还蛮。说刚打电脑那个，我叮叮当当告，就是他喜欢我霸凌吗？你讲啊，这个你讲，这一定要你讲。他最喜欢霸凌就是。受害者，因为你就很安静，就是这样逆来顺受，因为你小媳妇感很重。小媳妇感，对，因为他刚那边，我站在高岗上向上望，他常常被他就是当那个拖把在地上拖，也不是说拖把，就是他很喜欢捉弄我。你特别爱他是不是，我怀疑他可能不是。不是因为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要接受。我跟你说，第一个他弱小，第二个他们两个脚不好抓。哦，因为太长了。对，所以他刚好，然后他又是你好意思讲没力气的，没力气。他最瘦，对啊，他真的瘦。那有什么好不欺负的？就是有时候压力大，就是要宣泄、啊。哦，哪天又忍不住，可以拿刀这样子。对，可以。他不敢，好不好？他说敢，他说他打不赢，因为我力气比较大。
有，因为他刚刚我见证的就是他呢，就是在雨萍就是完全就逆来顺受听他唱那些烂歌。我不说很烂，在外面唱的很好。对，烂歌，是他唱的很烂，就不知道在唱什么烂歌，真的是烂歌，气死我了。好了 ，AT 里面谁的女粉丝最多？还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差不多，因为我们的比例差不多，因为普遍来的都是女生，都是女生哦，应该问男粉丝这样可能。好，那谁男粉丝最多？一二三，不是我吧？他吧，今天高兴蛮也蛮多。好了，算了啦，都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吗？我只有一个吧。我觉得如果会是男生的菜，应该是他，是吗？应该是他，他没有，我觉得是他，因为你那表姐你喜欢哪个？光外以你的眼光，你说个性还是外表？因为个性外表不一样。合一，合一哦、喔欸。我觉得是你，因为我就刚被就是跟大家在讲，因为我就刚跟就是那种话很少的人就是交往过，我真的觉得太痛苦，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喜欢话多的男生。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喜欢。可能会太多。他们说你小声一点吗？对，因为大部分女生跟我是相反的逻辑。因为有时候我讲话的时候，他说你小声，我说我很小声，可是我知道，因为大部分女生都喜欢流川枫。流川枫，对，你们年纪太小。有我有看过。对，话少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一个就酷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一个这样帅酷的那种。可是他是那种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睡下去的。有，我感觉你魂魄有点就是不知道去哪里。我说三魂七魄招叫回来，像招魂这样。有，我发现，你是很操劳是不是？对，好了，下一题 ，AT 里面谁最脏？谁最脏？生活习惯最差。怎么会？他们而且是全部通。因为我觉得跟是那个真的让我吓到。我觉得跟不洗头，我觉得跟懒有关系。嗯，对。他怎么样？上次那个我没有常不洗的好不好？乱讲话。讲到这个，我要坐过来一点，讲点耳。怎样吗？讲一下那个跨年那个。哦，真的讲吗？那可以讲吧？可以吧？你要不要自己讲？我觉得那还好了。怎样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跨年表演就是会风很大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头喷了许多定型液。对。但是认真硬的那种。对，然后好像隔了两天之后，我们吃饭吧，两三天吧，两一月二号，一月二号，对，两三天。然后他戴帽子来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怎么？因为前一天他在我家打电动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洗，然后就我们两个就很脏了。不是，我要讲一下，再请说。因为那天我平常是有洗头的，我平常是有洗头，然后那天是因为睡不利哦，对，因为我们跨年回去很累，然后想说先睡一下，然后起来，后来隔天我还想要洗。是因为要去找他，是因为他说他也没洗，我说那两个人一起没洗，对，都给推他干嘛？这还好，因为我是隔天就洗了，但是他到一月二，他隔完了一天，然后他戴帽子来，然后我就想说他该不会还没洗吧？我说你干嘛戴帽子？对，我真的还没洗，而且那味道之重，就是你掀帽子就是。我懂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不爱洗头的，那我就是因为为了来主持，所以我今天是有洗。有啊，后来那天被他们一直讲之后，我们要回家洗。我跟你讲，以后就是他欺负你的话，你就不洗头，然后就一直讲，把头这样渡过去。他就会把我抓起来。对，你就渡过，他就不敢碰你的头了，他就不敢。对啊，好了，那 AT 里面谁最会把妹？把妹哦，他。真假的？怎么会是你？你这怎么会？因为你看起来很安静哎。哇，果然我说了，流川枫对不对？流川枫。流川枫。对，请说。没有，他都偷偷来。其实普遍我的同学啊，看到我们的形象照的时候，都会觉得都会说他最帅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我干嘛要跟你讲？对，他没让你说，我不想让你太骄傲。他刚刚在哪里？他讲，我干嘛跟你讲？他来真的，我干嘛跟你讲？我不想让他太骄傲。吓到我。哦，所以最会把妹是你。其实我觉得还好哎，我觉得其实他们都蛮会把妹。你太谦虚了，尤其是他，他是谁？我。我还好吧，我在偷偷把妹。屁啦！偶像都单身，你说经纪人吗？你说把经纪人？偶像都是跟石姑娘交往的，只跟自己的石姑娘好不好？对，偶像都没有女友，对。讲话挺没公信力的感觉。对，好啦，跟石，然后你说跟石姑娘交往。没有啦，三比一，你还是少了。三比一什么？哦，对，那对啊，对，是你，对。就他一个指纹嘛，没办法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演技大考验。你们可以派代表啊，派代表。晨曦啊，晨曦先吧。你好啊，我不要你那么爱演。我先不要你先。平常那么爱演，给你。关公元秀也可以。对啊，公元秀玩一下。你们不要把我捧那么高，我在你们心中地位没有那么高。好，那你要玩，可以的。第一题是柯文哲，柯P遥呼啦圈。好，给你玩了。
可以吧？这题可以啊，科皮就是我只知道他会一直这样，他会这样，然后他还很爱这样。这样子，他讲到就一些生命的碰撞。你可以学那个他跑步那个，起跑然后跌倒，那个我跟你讲，一定要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能当，不只当歌手，我们就是多方位，要那个全方位，影歌式三期。好了，再给你啊，我觉得这个肢体，你就是有包袱，所以才丢给我。哪有？他就是有包袱丢给我。哪里？我多讲谁对我包？没有，没有，说没有的就是有。没有，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有偶包。真的吗？发誓，高兴也有偶包。我承认我有，不能丑。我也有啦，我也不能丑，所以能丑的只有你。对啦，来来来，所以要怎么样？科皮摇过去，你就边抓头边摇。对。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没有偶包哎、欸，真的。啊，搞不好你今天这样粉丝变多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有看到柯 B 去那个公车站，我好想要跟他搭公车，对，跟他搭公车。然后跟他说大家好，我声音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加一加脸书。我觉得你不敢再加一下脸书吗？连他脸书你都想加？好，再来下一题，你们看谁派我喝康的周杰伦。喝康的周杰伦。对，喝康的周杰伦。我很少喝康了。啊啊，不错、哦。啊啊，那你张继远。好、啊，不是我应该还是要再晃一晃吧，喝康的周杰。这我不赖，不行，我觉得刚刚可以。有他也可以。可以，哎，就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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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演完了吧？你演完了，全包了，全包了。对，昆凌，蛮屌了。哎、欸，有我包我都不演吗？对，死不演，死不演，蛮屌，真的死不演。哎 ，OK 啊，撒娇会吗？撒娇，你说周杰伦喝醉撒娇吗？没有，譬如说就没有你们自己的撒娇，这韩团一定要玩。我先把你们就比照韩团的。我的撒娇比较另类，撒娇给他，撒娇。对，譬如说那个宝贝，我今天练舞练好久，我好累哦。哇、这给你了、这总行吧？完了完了，偶包我没有，当我有些偶像都不能有偶包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先给他一个。好，你给他一个那个。你借我一下。对。我的撒娇比我的撒娇很害怕，我的撒娇比较没有，我需要一个比较高的来，你站起来。他不想站起来。我撒娇比较另类，我都是这样子。就是头臭才要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这样？我也会这样。你要讲话，你要讲话，你要说。我其实会这样哎，可是因为我今天有弄头发，我不想弄。不想弄的。对。你要是那个示范给他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示范。你可以做你自己的。做我自己的。对，不一定要就是头转那么多圈。头转来想一下。对。可以吧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偶像不流行有包袱，我不行。好。对。你有看过？你有看过那个吗？他们的那个吗？他们都是那种，就是会这样。他会啊，他 OK， 他会。没有这样，因为我以前做太多这种了。哦，做太多了。然后因为他以前被禁止，他以前会做那个，现在被禁止。被禁止了哦，好，来吧，刚经纪人说可以，对，他已经怕挥手了，好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对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期待的感觉哦，宝宝，要一起睡觉了吗？好冷哦，帮我盖被被好不好？我可以敲你的，你这里有问题吗？你有问题吗？哥，你会不会自己盖啊？可以敲你的头吗？没有，他的粉丝看了就会说就沉船啦、啊，对啊，这样就是聊到没啦。你说跳船还是沉船？是沉船啊，是你跳船而已好不好、啊？他的粉丝开心的嘞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是你哎，好了，你先来一个吧，来一个，对啊，来一个撒娇啊，撒娇，各位我们在撒娇。所以是要考你啊！所以就是要考你啊！就是、要考你啊我跟你讲，现在我平常会这样。现在偶像不流行用偶包了，不可以。对，撒娇、哦。我在帮我们，我真的是在认真的帮你们打造，因为我最知道迷妹跟花痴要什么。对，我最懂。那你们有任何撩妹事，你就真的问我。好，我帮你们打造成就是叫台湾的天团。撒娇，来吧，撒娇什么平常？不然世界第一撩，不然你对他撒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有一个对象。对的对象，虽然他有点不是很亲密这样。对。对。撒娇哦。我肚子很难听，撒娇两个字。中文就叫撒娇。因为我平常真的不太撒娇。哦，就是因为你不撒娇，撒娇。就是譬如说，好，我给你一个题目好了。人家今天练舞练好久哦，肚子饿，可以煮饭给我吃吗？这样。可以干的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。那我要对谁？对镜头啊，镜头啊，对，要撩妹啊，撩妹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试试看嘛。对，我今天没有声音高点。不要笑，认真点。对，声音要高点，来来。Action 哦！来，发音，发音，发音。呵呵。哦。对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有撒娇到了，这个。那我要让他讲完。OK OK OK。对，今天上节目要讲完。我
今天练舞好累哦。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不能要。对，我要这么高。对，我肚子饿饿。我肚子饿饿。可以煮饭饭给我吃吗？可以煮饭饭给我吃吗？通过，通过，圈粉，我讲圈粉。打到圈粉的机会哦，任何圈粉，对，任何圈粉。刚刚应该是你史上讲到最高 key 的时候。对，平常声音都超低。我平常没办法。对，那你接下来什么计划吗？可以跟大家讲吗？接下来，可以讲，可以公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接下来。接下来就是1月16号。1月16号是。对，我们即将发行我们的首张 EP。对，预购了。预购开始预购。2月4号才是正式发行，然后各大的音乐平台都听得到。对，欸、我因为毕竟就是因为我已经到老江湖了，所以就以前的偶像啊，就那年代偶像就是很爱玩的游戏，就是改版的时候送超多东西。有，所以不能这样讲啊！你要你改版有送东西？我们预购吗？预购啊，预购有送啊 ，a lot of 吗 ？a lot of 吗？所以预购要买哦、喔，不要听到改版。而且我预购是特别设计，而且。对，是特别设计版。对啊，刚刚说什么？特别设计，金色的，特别设计，特别设计。对，那我很开心。特别设计，特别设计。预购跟正式的版本是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然后里面的东西也会不一样。那是都 a lot of 吗？预购会 a lot of 多一点点。哦，所以还是要预购。伤心来的预购会比较好。对，我们现在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迈向 international， 所以我们国际巨星的那个姿态，对，就要讲一点 English。可能预告里面就有雨萍流汗的背心啊，或者陈绮贞的袜子没洗、啊。哦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要抽奖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到时候就要开始跑一系列宣传。是。好，那接下来期待你们接下来那个新的 EP 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不过还想了解一下，就是你们自己的人生啊，就是你们原本是就是普通的学生嘛，然后现在出道变明星的，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？还是你都没差？差别还是有啦。打电动时间变少，尤其是跨年之后，唱完跨年场之后，我的同学原本都叫我研修，他们现在都叫我 AAT。我说 AAT， 你的 AAT 对，为什么要叫 AAT？ 我不知道，我名就有名有姓，他们就叫 AAT， 很奇怪。你没有？那你们其他人有什么差别？比如爸妈，你们对你们怎么样吗？说哇，我是你儿子明星，有吗？还好，还他们都冷静，是不是？嗯，爸爸妈妈会多一点关心啊，会变多一点。这样讲好像家里不温暖，都给你。没有，是你连狗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爸爸就是有时候会可能不回家吃饭，比较就是因为知道六跟他比较会多体谅一点。哦，对。那你们两个能有什么改变吗？我觉得就是时间吧，就陪家人时间真的变很少，就每天都是要忙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我爸蛮支持的，他都会在 ATM 的粉丝专页下面。爸爸先申请新个账号，新个账号。而且因为他很奇怪，他会我每一个东西都密，好比说我的粉丝专页他也密，然后我的 IG 他也密，然后我的私人的 LINE 啊各种东西，他每个地方都密我，好像很怕找不到我这样。他跟他爸好像兄弟，所以他是海陆空的方式，就是对。他找你什么事情吗？因为我经纪人有一次就说，哎，你爸密。粉丝专业为什么要密粉丝专业？对啊，你们两个那么熟，跟你很不熟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下次就我因为其实他刚用这种软体，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是可能是给粉丝。哦，他不懂。我就有跟他讲说，所以他敲你敲什么？做什么事啊？到底什么事啊？他说，其实都讲一些琐碎的事，琐碎的事，琐碎的事。哎，你这边5000还没汇给我。之类的，没有没有，可能好像今天很帅哦，他不会讲，他不会讲我这些，他可能会说，就是表演，他其实私底下会跟我检讨，他会说，哎，其实你们表演还有什么东西要加强？哦，爸爸是在审视你，而且他会一直跟我说要多看书啊这些，对他其实是一直在审视我。可是你没有时间看书了怎么办呢？对啊，又没有时间，就可能那蛮幸，我先介绍你一本，第一本要看的书就是丹妮表姐，有知道，一定要看哦，两本，对，说两本哦，已经看这两本，人生就长进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还说好哎，这么认真，希望我还说，可是表姐你的文章我真的都有看，真的吗？谢谢，我看你因为大红大紫，相信，这样就大红大紫，对，绝对，这是一个门槛，这是对，这个门槛，因为我最懂的就是少女要什么。对啊，那高兴，我不能忘记你高兴。对，绝对不能忘记我。对，高兴来你的人生就是吗？我去买菜的时候，老板会多送一些东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如果会买菜，没有，我觉得老板主动跟他说，老板我是艺人哎。老板应该就是单纯看不帅。哦，是早餐店老板娘那样，就是。对。那可是人家是在问你说，你成为了 18 之后，没有，老板都说你很面熟，然后我就说，对我就是
那个哪个？那个是哪个？我就是你想的那个人。然后看完你想的，老板客厅，对，然后我就拿出我那个我们的手机说，哎、欸，老板，我是 AT， 他已经不知道，还叫他顺便帮我按赞，很好、啊，你按赞了、啊，不知道，真的有按赞，很多粉丝还、啊，所以跟你前后有什么差别？对，没有差别啊，你是就是我公布了我的身份之后，老板就多送我两个葱、啊。哦，你要公布你的身份，公布一下，你要公布你的身份，对，堂堂的偶像男团，你还要公布？没有，因为老板是直接。全部送你，我以后粉丝专页都开着不关、欸。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对对对，这样这样。你、欸、看这个鱼可不可以多那个多卖我一条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会走去那种大排长龙的餐厅，然后走第一个。对啊，点一下头啊，你好不好？去排队后面，对，这个 OK 吧 ？OK 吧？对 ，OK 吧？ OK 吧基本吧，而且还说我有粉砖，还不知道是谁，我就有粉砖，每个人都有粉砖都可以。对，其实台湾2300万、2000万人都有粉砖。对，好，那最后呢，你们有什么话对你们的 team member 讲？哦、oh, ，对，你们 team member 新名字 team member， 我不管、嗯，就是我定下来。希望各位 TM 们，对 ATM 们，我到 team member 或是 ATM 是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新的 EP 44厘米，然后对44厘米，然后预购拜托大家一定要去预购，因为东西真的很对东西超 a lot of， 超爽，对 a lot of， 对，那、嗯、没有，我一定要 Q 那个话少来。你们两个，我花粉，你是说最记得去预购，真的是神话，记得去预购物超所值。那男版王妃好难搞，男版，那你呢？来高兴。预购的话是有特别色情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对，设计版的特别设计，特别设计，特别设计，特别设计。好了，谢谢 AT 来我们节目，下次见喽，拜。谢谢大家。